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是想来偷袭我吗？二嫂说，你小时候救过他，磕破了额角。磕破额角是真，不过救他的人是二哥。我想他是摔坏了脑子，记不住了吧？那你娶我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为什么和他有关系啊？那算了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我娘带我去你的舞会，那不都是她一早安排好的吗？小桑，没事吧？你怎么样了？你还是叫我三少奶奶吧。对不起，我是看到你出来又没人跟着，我不放心，才想过来陪陪你。我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不过就算我有事，又有谁会在乎？更别说是怜悯。小桑，你听我说，如果那个三少奶奶做得不开心的话，那就不要做了。我不想看到你难过。说的是啊，所谓的易三少奶奶不过是个名号，一切不过都是一场交易罢了。此次我父亲来扶远，不过是想得到大帅的青睐，若是平步青云，也可以让我少走几次弯路，少冒几次险。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母亲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了。我绝对没有想到，这样冷冰冰的话会出自你的口中。只有见到你的脸，才会觉得你还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姑娘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单纯的。男人觉得女人单纯，不过是觉得她好骗而已。女人让男人觉得好骗，不过是他心里装着的。他想把自己最善良的一面展现给那个男人看，自己宁愿装成一个傻子。李连凯让你伤心了吗？没有。潘公子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，你还是避嫌的好。自己小心。真是想不到，扶远也有如此雅致的景色。
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想必在这样的景色之下，再多烦恼的事情也会自然而然地放下。可是三少奶奶，终日对着同样的景色，你怎么会想得明白这世上的男女之事呢？没想到会在这里偶遇敏小姐。红玉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也没有人带我去四处逛逛。本来我觉得这是军事重地，卖的东西自然样式比较少，但是胜在价格便宜。往日我买的那些上好的粉要4块银洋，现在居然只要2.3块而已。这样一算的话，福源反倒成了买东西的好地方。其实啊，终日在深宅大院里面，日子虽然平稳，但也会因此少了很多选择。这世上的男女之事，不也正是如此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敏小姐阅人无数，自然与我不同。我说三少奶奶，这世上的男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好聪明，其实呢，不过是被女人娇惯过头，宠上天的孩子而已。你稍微表露心意，对了他的意思，他就会对你指手画脚的。敏小姐聪慧过人。说到这儿，我倒是有些事想请教你。你要从我嘴里挖点东西出去。妹妹如此盛情款待，那这一顿饭的功夫，你要想问什么，尽管问吧。兰坡说，敏小姐手眼通天，江左的政界、商界，都以与敏小姐相识为荣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喜欢别人夸奖我，但你是我妹妹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是三少爷过奖。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乎其神，但是敏小姐比秦桑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也看得通透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若是兰坡与一家争权，胜算会是多少？这样一个问题，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又不要你负责答案，你尽管说便是。那，你看这一桌子的菜，最美味的是这条鱼吧？大家都想吃它，可如果平均分的话，有的人会得到鱼头，有的人呢得到鱼腹，而其他人只能得到鱼尾。自然不会让所有人都高兴，但如果大家都硬抢的话，这鱼肉就散了，谁也得不到。那这条鱼该如何分呢？妹妹有没有听说过海盗分金的故事？第一个下筷的人得到的鱼肉永远是最多最好的，但至于愿不愿意又能不能成为第一个人，那就要看三少爷和三少奶奶自己的意思了。反正我这个人呢，是喜欢吃鱼腹的，鲜嫩美味。你要不要尝尝？你也真是的，装正经装个没完。不过倒是那个易连凯，竟然由着你这么对他。我倒对不起他了。但凡是个男人呢，一定会有几分色心，几分火性。你说说，你跟他都睡在同一张床上了，他居然还能当柳下惠，爱你爱到这个地步。你可不要说
你一点都没有动心啊。敏小姐这次真是看错人了，她不碰我，不过是厌恶我罢了。恐怕连跟我睡在一张床上，都已经是难为她了。敏小姐又何必把她当成情圣呢？真是想不到，像妹妹这么伶俐的人，居然一样看不破一个情字。范先生走之前曾与我说，江左之未来在于四个字，连省自治。但我却认为，如今天下大乱，连省自治最后只能造成一个结果，分裂。中国封建专制已有2000多年，这可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，用专制实在太难。有时候，还是要快刀斩乱麻。所以我决定和北方慕容家联手，共同拥立内阁。到最后，这个天下就要看我与慕容晨的较量，到底鹿死谁手了。父亲说的对，只不过此事宜早不宜晚。我看不如这样，中秋之后，双十节前，我就抽调福军的精锐部队，拉到北方去训练，也好为将来谋取天下做好准备。万万不可，福州的精锐大军是范先生专门为实现联省自治的理想而建立起来的，这个时候要让他们违背建军时的初衷去做争权夺利的棋子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父亲，联省自治或许非一朝一夕之事，但徐徐图之还可实现。若真是拥兵自重，控制内阁，结局只会让战火四起。此事还需三思啊。大哥，当年父亲征战多年，凭借一己之力平定了整个江左。这么多年来也让江左的百姓免于受到战火的牵连。如今父亲只不过想用同样的办法把整个国家都安定下来，这样做不好吗？你想要搞联省自治，云溪不敢苟同。如果你执意要跟我和父亲作对到底，那你就试试看。我倒要看看整个福军上下有谁敢支持你。我看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，今日散了吧。哥，啊，大哥，我想二哥今天说的话未必是真心实意，他身边的小人多，肯定是有些人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闲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今天话一出口，爹已经责骂他了，我想他已经后悔了。三弟，你不用再听你二哥说话了，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哥比你更了解。我可以不管，无论他说与不说这是事实，但是你二哥从小生性急躁，我怕他一时过火会让一家遭别人唾骂。大哥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我手无军权，也不想和二哥有什么争抢，搞得我们一家四分五裂的。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想从一家的权力漩涡中逃离出来，
大哥难道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一直让着老二，故意藏住。但是大丈夫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男人的肩膀是要扛天下的。我说这些，不是为了你，更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整个天下的安定，不再有战乱之祸。老二是我的亲兄弟，我绝对不会伤他半分。 三弟，你还信不过大哥吗？大哥，亲兄弟，只争抢，不伤害。好。这大哥跟老三呢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面说，非要在背后嘀嘀咕咕的？难不成还要联合起来在背后烦我？云溪，你就是想多了。 想想你今天说的那些话，必然是伤了大哥的心。这兄弟之间，半个嘴吵个架很正常。你话既出口，自然是覆水难收。你们兄弟俩都爱不下面子和好，那大哥心中自然有闷气，想找人散一散。大哥这脾气一向能忍，此番前去找老三，一定不是疏解闷气这么简单。 你别老把人往坏处想，好好去找兰坡说一说。这兄弟之间闹得再大，也得在家里解决。如果吵个天翻地覆，拆了这个家，反倒是让别人看了笑话。燕云，从小到大，只要我跟老三一吵架，你永远帮着他。 好了，明天我就去跟兰婆说一说，你呀，找一个和他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谈，看着旧景也能生旧情。有什么事儿，直接说出来就好，啊。哎呀，小了，什么小了？以前我小的时候，就喜欢爬这座假山。 每次爬到这个山顶，就有一种征服全世界的感觉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觉得这座山小了，以前眼里大的东西，现在都变小了。那你是不是觉得二哥也小了？其实我昨天说那些话呀，都是气话。 是故意说给大哥听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外面打仗，跟天盟会打，浴血奋战。咱们易家那是舔着刀口，迎着炮火，才获得了今时今日的权势。可大哥他想要把这些全部都丢掉，我不甘心呐。我知道，昨天晚上，大哥找过你了。 一定是想让你帮帮他。你的决定是什么？二哥，我的确是想帮他。现在想一想，咱俩年纪相仿，小的时候呢，没少争过东西，争过玩具，争过佣人，还争过糖果。那个时候办法很简单。 就咱俩打一架，谁赢了这东西就归谁。是啊，小时候打不过你，还不是你赢得多，我赢得少。那二哥就再赢你一次。不过老三你要记住了，咱们哥仨是血浓于水的兄弟，而且咱们在范先生面前立下过重誓：为兄弟者，只争抢。 不伤害，亲兄弟，只争抢，不伤害。是你啊。
师弟，好久不见，还好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的第一是来祭拜师父的，第二我是来替代师父做一家的文胆。连花都不带，还来祭拜师父？带花什么的只不过是走走形式，我从不拘泥于小事。但是难过我当然有，首先我是范先生的大弟子，其次你们一家早就答应过我，邀请我来替代师父辅佐你们一家，只不过师父他比我聪明，抢占了先机。既然是为师的，我自然甘愿屈居于人下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师父他走了，我理所应当拿回本属于我的位置。你的位置？我们一家的承诺？我告诉你，你最好尽早的离开福原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原来你小子想拆墙我们。师父容不下我，你也容不下我。你不会是在温柔乡里边待得太幸福了？你真的爱上那个秦僧了吧？如果好好说话师兄不听的话，那就别怪我动手了。好，有你的一连开，我等着。开车。老爷爷，我可想死你了！哎呦，这边，哎呀，哎，让爹看看啊！哎呀，瘦了。爹，你有白头发了。嘿，早就有了。听说你到芝山呐，这不又多了几根？都是女儿不好。也怪爹呢，没出息啊！啊，让那个骗子傅荣才给骗了，要不然我们家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，你娘也不会早死，你也不会嫁给易家。这也不能全怪爹。木已成舟，及时享乐罢了。好，老爷，等我们回家慢慢聊吧。好，走，回家。回家慢慢聊啊。说起来，诸事无常啊。你我二人虽为亲家，在这乱世之中，还是初次相见。实在是有失礼数，还请老亲家海涵。时逢乱世之秋，大帅也能够亲力亲为，劳心劳力，鄙人深感钦佩。范先生名满江左，我此番前来能够送他一程，也是我的荣幸啊。大帅不必客气啊，劳你为我一家之事劳苦奔波，这一杯我先干为敬。啊，好好。光顾着说话了，来，老亲家，尝尝我们特色菜，看看合不合胃口。好。秦桑自幼娇生惯养啊，都怪我们疏于管教，有什么做得不到之处您告诉我啊，回去我说他。哪里的话，秦桑聪慧过人，是老亲家栽培的好。到底是书香门第出身的，
不像我们一介武夫。岳父，您不知道，小桑自从嫁到我们易家之后，就爱吃这口，您赶快尝尝吧。是桂花栗子羹吧？还是您了解他？哎呀，从小就爱吃这口啊！哎呀，每次啊，他都要糖。对对对，其实啊，正经的做法不是这样的。他随他妈就爱吃甜食啊。亏你考虑的这么周到啊！啊，岳父过奖了。论周到的话，我比不过秦桑。他日我在芝山被围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前往。人家都说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可是他却愿意陪着我生，陪着我死。能娶到秦桑，是兰坡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爹这趟芝山之行，救人不成，却不幸遇难。幸好有秦桑在。我想，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也会含笑九泉吧。感谢秦伯伯为了我爹一事远道而来。哪里哪里，我借此杯中酒表达我对您的敬意。这个话说回来啊，跟范先生也算是对头亲家了啊，能为他尽微薄之力也是应该的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上面还有我爹身上的味道，没想到我和我爹从此阴阳相隔。如果有来世的话，我还要做你范之恒的女儿。爹，你听到了吗？爹，你回答我呀！燕云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我的岳父大人死得不明不白。我们易家一定会给他老人家一个交代，此仇不报，我一脸人世不为人。老亲家一代举人，必是见多识广。不知眼下政局，老亲家有何看法？哎，军政也罢，民生也好啊，无外乎在于民心二字呢。自武王伐纣，那就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啊。自古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呀。西洋人好像也很看重这一点的，也很重义民心呐。在我看来，最靠不住的是民心。就说早些年的时候，拥戴政府的是民心，推翻政府的也是民心吧。再者说，嚷着要把皇帝赶出紫禁城的是民心，急着把皇帝请回来的也是民心。人心似水，民动如烟呀。你只说对了一半呢。这个有道云，取决于民心而失于民心，这自古来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看这倒也未必。西洋人的政治模式就算再好也不能复制。鞋子穿得合不合适，
只有角知道。可是放眼天下，你看多为圣者都是敢为天下先知人呐，啊，就算华盛顿在美国啊闹了一场美国革命，当上了美国总统，可是他就干了两届就自动不愿意再干，这也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老亲家不愧为举人，确实见解不凡。惭愧惭愧，自丙午间出就废取了一切立考制度，我这个举人呢，就是个虚名啊，摆设而已。怎么会是摆设呢？文化是一个人血脉里的底色，老亲家就不必谦虚了。今日能与老亲家交谈，我易某受益良多。哎，惭愧惭愧。哎呀，说起来，还是那段牢狱之灾，使得当日没读透的圣贤书，又能有了新的见解啊。也算是呀，因祸得福吧。来，喝茶。啊，好，啊，谢谢。早些年我读过秦伯伯的文章，他对国外的政体很有见解，只是他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是带着文人的理想主义外壳，不符合当今的国情。他是个很好的读书人不假，但也仅限于此。政治这种东西，岂是那秦后生这种人玩得转的，满口都是人权，听得我头疼。若是将权力随便发放出去，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嗯。不过秦伯伯也算是有威望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秦后生这一套早就落伍了，可是他自己却浑然不知。依我看，秦伯伯也不是落伍，只是和我们政见不同罢了。若不是生不逢时，说不定有一番大的作为也是有可能啊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难道你也想跟秦后生推崇花旗国的那一套？我们可不是洋人。亚大来了，亚大来了，开了，亚大，一二三，行。掏钱，掏钱，掏钱，掏钱！哎呀，快点，快快点，掏钱！这邪了门了，这逢赌必输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你们几个玩的还挺高兴啊！就看你们这脸都挂相了，一看就是仕途不济。赶快想想办法，另谋出路吧！你们，嘿，就凭你随便看一眼，溜溜嘴皮子，就说咱兄弟几个仕途不济？就是啊。我们可都是跟着陈培参谋长做事情的，前途无量着呢。哼，就这个人吧，啊，这个人就是你们参谋长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因为他，你看看啊，这印堂发黑，一看就是凶多吉少，这就是一短命鬼。放肆！你到底什么人，竟敢如此辱骂我们参谋长？我是什么人倒是真的不重要，这关键重要的是，这个人真活不了多久了。哎，把这人给我拦住！下来。不久矣了。你说我印堂发黑，命不久矣啊？对啊，是我说的。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是谁的命不久矣。咳咳咳
哎，大名鼎鼎的陈参谋长，如果你现在开枪把我打死了，就刚才你那两声咳嗽，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以为你是华佗呀？哎，我还真不是什么华佗在世，但是我略懂医术，就冲你刚才跟我交谈这几句话，我就知道你外强中干，气血两虚，而且你现在尸毒攻心。笑话，我陈培身体好着呢。哼，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自己身体好。现在我们可以当场试验一下，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，待会儿你不咳嗽了，那么你相信我；如果你还咳嗽，你可以立刻把我拉出去毙了。有点意思啊。好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那好，那你就听我的。首先，气运丹田，肚脐与小腹中间这块，对，感觉这块有一团气，不断的在翻滚，然后不断的把这团气往上移，移到嗓子眼，别吐出来。然后你感觉这团气在你嗓子眼这块滚动，哎，别，不要吐出来，憋住喽，吐出来。哎，是比刚才舒服多了，信了吧？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啊，快搬把椅子来！来来来，先生请坐，请坐。刚才治好你的咳嗽，其实不是关键的。我来这儿的真正目的，是要和你说一下当下的时局。请讲。其实李帅现在岌岌可危，慕容家对他虎视眈眈，但是你浑然不知。如果你死了，对李帅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不过我知道你陈培陈参谋长英明神武，胸怀大志。你来到李帅麾下，就是想有所作为，成就一番事业。但是你这样不但会败了李帅的江山社稷，你会成为千古罪人，身背骂名啊。先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该如何化解呢？哎，你还先别着急，怎么化解等会儿我会告诉你。我还要说你现在最要命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自命清高。哎，这话你还真别不爱听。你不但是身体外强中干，你在整个时局里面你都外强中干。你知道在李帅身边有多少个像你这样的人吗？有无数个。你虽然在这儿坐拥军事要冲，掌管这么多军人，但是你身边有无数个跟你平时称兄道弟的兄弟在背后都想让你死。如果今天我不来到这块儿，你真的有可能命不久矣。那先生，我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？其实打破这僵局也很简单，你只需做一件事情，把我带入李府，引荐给李大帅，我定会保你升官发财，飞黄腾达。你愿意吗？爹。啊。这粥是你让他们熬的吧？嘿，你呀，小时候不爱吃饭，还是你娘有办法啊，往这里边放一些牛轧糖。你小时候能吃一大碗白米粥呢。这次爹啊从前平回来带来了一些，告诉厨房让他们放进来点儿，怎么样？嘿，我女儿就爱吃这口。这牛轧糖可真香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爹只知道你爱吃甜的，
不知道你心里头这么苦啊。嗯，